刚才说到了一个，你觉得那时候特瘦啊？啊，就你是要走什么路线？是要走瘦子路线还是胖子路线？将来？现在正在摸索，反正现在这个体型摸索，摸了20年了还摸索。现在这个体型，目前只能走胖子路线，先摸着了啊，然后慢慢减下来，再找找瘦子路线吧。好吧，我送你走吧，啊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就是喜欢范角儿。你什么审美呀？这是？因为他长得像一大幅画似的，看见他就想起过年来了，然后又感觉他那张胖脸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好。还有一点就是喜欢范角儿，是因为有很多女同志不喜欢他。他从做人这件事儿，闫学晶你非常的成功。嗯，人最我觉得还行。当然当然，我能感觉出你们两个的这个姿势和关系特别好，而且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，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再婚家庭很多，然后你跟你女儿感觉比跟她关系好。哎，不是挑拨是吗？也没有，关系都不错。就是傲雪当时弟弟刚出生。